准角色吗？是啥呀？这可以是吗？30多岁的中年人，就这个了吧？比较成熟，一块掉了，还是想再小一点。10多岁的年纪，40、30岁，我再看看啊，10多岁，那是10多岁的吧，因为我马上就要奔二了，我觉得得再多感受感受十几岁的感觉。行吧，那我拿走了，拜拜。马哥先分儿。30多岁的中年人，我不要选。40多岁的中年人，20多岁的年轻人，长发的，就女生呗。50多岁的中年人，20多岁干练的小伙。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吗？啊，我要选这个。OK。别放这儿。那我可以看吗？有30多岁的中年人，40来岁的中年人，长发30多岁。看到了，50来岁的中年人。二十多岁干练的小伙子，他难到我了。我可以看本吗？不可以看，就只能看这些提示词是吗？对。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哦，还有个长发，30多岁。20多岁干练的小伙子，他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一眼，我选这个。我选这个了，选这个，选这个也先不也不能看是吗？行吧，那我选这个了。OK， 我选本了是吧？对。是有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这是。我选这个吧，因为我这年纪是最大的，感觉是会是他们的长辈。觉得对吧，占了个便宜好像。我选这个50多岁的中年人，哇，我眼睛都睁不开了。OK， 我帮你打着。可以吗？可以。随便选一个。我选的40来岁的中年人，可以，是我的年龄的2倍。选这个呗。OK。30多岁的中年人，这个是长发30多岁，长发，这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中年人啊，但是我还是选长发吧，因为感觉长发是长发飘飘那种帅气的男生，我是那种很飒的，就是又飒又帅的男人。Cool。我是最后一个来的，就只剩这个了。30多岁的中年人，30多岁的中年人啊，干嘛呢？我有选择吗？我就是来拿个本而已，走吧。好了，才当马哥哈，我表演状态都。什么声音？我一秒出戏。强哥，你别笑了。OK， 再一次。睁着眼睛呢，我不知道他闭眼。你可以啊，人物特点吧，人物特点吧，睁眼睡觉。你提前醒了呀、啊？他提前醒了呀、啊。然后你的衣服被烤了。
哎，怎么还有一个穿着袜子？对我的信号吗？硬是的。现在穿着袜子就可以怀疑他呀。你是袜子，你是凶手，五十岁的老大穿袜子，肯定会怀疑的。你不会是在地上放了什么东西？对啊。你是不会是脚上有什么东西？不是，他肯定就是跟这个你俩变成我的下这个凶手真没关系。不看到的东西好会啊，确实你好会、啊、这毛病、啊、那个三十岁帽子会啊，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大的。你多少岁来着？二十二多岁。他二十多岁，我也二十多岁。你是邋里邋遢吗？他畏畏缩缩，他邋里邋遢，人都记不清。你怎么知道你五十多岁？但他不知道他五十多岁，他是自我介绍啊。对呀、啊，我为什么不知道五十多岁？真的吗？真的。他为什么有电话呢？就有点什么跟电话有关系的线索。我想吃鱼，他想吃鱼了，枪是跟他对上了。这什么大哥大、啊？为什么我身上会有大哥大？你是个黑社会的，我是靠前，我是强这酒蒙子启强，启胜。这个是谁的？你的吧？螺丝，打螺丝。没有这个线索是吧？没有这个线索。那大概推理了一下，真的很误解。江山又何妨，为博美人笑。什么鬼？都给你看，都给你看。只要你愿意坐下。没有，我就看上面跟我一模一样的。我就看了这个。哇，不错，没少的。我说一句，求求小哥哥。没想到，多看这么一眼。他推这个小哥哥就给你再开了。其实小哥哥这赫赫有名，我都包了，我都脏脏包了，我都脏脏包了，我还怕这些、哎、小护士、哎哦、一个警察局局长出来一招，不好意思我生气啊你是啊局长你不怕我曝光你那些猥琐的事迹吗？你作为一个记者不曝光就是什么？老是曝光错误，我一天报道你是跟条子我有钱给百姓几千好你有钱小珍珠总共是没有钱我是摆脱不了真是张人，在背他自己最帅的那几个孩子，是生得比较帅气的人，就在背那些词儿。这先生介绍他生得比较帅气。真的，这随便背一背就好了。这么香，臭死了！我觉得这么好吃、啊。把起来去。这是可以加什么菜？狂野。才来的，这是哪儿啊？金台市，金海市，金台市，都在说些啥呢？嗯，启强，你先坐下。我才是启强。你说错了。启胜，你先坐下。哥们儿是徐江。我们做的介绍完了，大家都记住互相叫什么了吗？记住了。马点子。啊？马点子。马点子。我们要参与游戏。对，
观赏。你好，张开嘴，记我的就好记啊。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严肃点？你们严谨点吗？来来来，都排了，交名牌了，兄弟们。兄弟们，交名牌了，赫赫有名，交名牌了。我是不是把你们六个都解决掉，我就游戏胜利了？完了，关枪和我，完了，我就记着丁哥叫丁哥叫宋江，徐江了。丁哥叫啥来着？哥们叫叮当响。叮当响，真的？马哥马副的叮当响，马子马马垫子，马子 马字头，马点子，马点子，马点子。OK， 马垫子，给我小马点面子吧。延庆店，哇、哦，你好。干嘛呀，乞丐？玩笑这么厉害？以前还报突击队的，不能随便拿几张啊！今天我买了防弹头盔黄金版，防弹盔甲黄金版，还给我！放大，还给我！头有点疼，我的脑壳。游戏结束 ，MVP 精彩动画，精彩动画。我们来玩那个，没有。怎么被撩走？大哥啊，不对，姐啊，不对，妹。杨翔不是等你干嘛呢？不知道啊。姐姐，你真的好活跃，你歇会儿吧。啊，对，姐姐。姐姐做护士都这么活跃吗？姐姐，你们护士挺，护士要练枪法吧？对啊，必须要练。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弹一个，给我弹一个。会有那个，给我弹一个，给我弹一个，快点。甩针。好猛啊！哎呦，好甜好甜！等一下，等一下。嗯、哦。从这个里面可以抽出三条线索，每个人最多可以抽中两张。抽中两张是啥意思啊？就是你每个人最多可以抽两张。抽两？你可以选。可以选是吧？对。我要一个张哥的。OK。但是我可以。可以打乱一下这个顺序，我再自己抽吗？可以，因为我不想要最表面这一张。可以。等一下哈，然后一张，你不能看后面的吗？没看。来吧，我是一个很公正的人。Cool。我抽一个，抽了一张张哥的， okay。 这是我点名抽的啊。好的。再抽一张耀文的。嗯，这个。耀文，刘耀文，刘耀文。有个问题，可以要自己吗？啊，可以要自己。那我不能抽自己的。就每个人的卡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统一的。Hello, what's up? Hello, 欢迎来到线索。好，你可以抽三张。好，每个人最多抽两张。OK， 抽吧。是没人抽我的，把张全的抽走了。我的三张的，我可以抽自己的吗？到时候会公布吗？你可以隐藏一张，公布两张。应该被抽了，抽一个人两张是吧？现在。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人抽两张，也可以每个人。我可以抽三个吧？对，你现在还可以抽两张。抽好了没用啊。老哥，欢迎来到线索。不能拿自己的，每个人现在每个人最多可以拿两张。来下一个，咪咪咪咪咪咪
gentlemen， 欢迎来到新松，不能拿自己的。我知道，这是谁？我就拿贺的。好，就一张吧。我可以拿几张？一人一张哈，一人一张。你可以最多一个人拿两张，那你一共可以拿三张。不拿自己，我可以看一下吗？你看这张，可以在这选吗？对，你看这张 ，OK 吗？可以，藏起来。那不就知道我隐藏了一张？我需要两张丁哥的，一张耀文的。丁哥的已经没有了，没了。对，两个的也没有，耀文的有。耀文的有几个？一张。耀文的一张先拿了。小宋的有几张？小宋的也拿了。然后是张哥、胡子和贺。我拿一张张哥的吧。I'm coming。哦，只有这些了是吧？只有这些线索。我不能拿我的哈。对。我能看我的吗？不能，不能。对。我还以为啥线索没被人拿，我现在什么都没跟他们说。然后我刚刚偷瞄到了，就是张静元。给宋轩看了一张，是宋轩的线索。是宋轩抱着一个啊，不是护士抱着一个医生的热吻。这医生呢就是我。哇！所以说我还不能现在就把我的身份公开了，因为他们拿到了我的，我先拿这个。对，那三个，这三个我都可以拿了。对，然后你可以其中隐藏一张线索。下一个谁？马哥。啊、哦，马点子。马点字，孙健康，马点字儿，孙健康医生不简单啊。宋煎蛋，刚从海边回来，然后紧急修复一番。I'm fine, by 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we don't struggle with communication, it's a healthy balance of honor and patience, building something real so we can open up, say how we feel, we can preserve the trust, yeah, I know all my insecurities, show myself my dark side, those thoughts are nothing new to me, following my heart, I can chase all of my dreams, yeah, I'm getting that bad with the personright inside me.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下一个这个双下精华。myself and I, putting in the time, yeah, we're gonna make it work, cause I'm not single, I'm just dating myself. No one knows me better, and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I'm fine. 最后来给你说。It's true what they say. I was there all along.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it sooner. I could have saved myself from all those losers. Let's break it down. Like, you think you're so special to me, don't you? I think you're the master of the bedroom. Well, I can do it too. 那就可以睡觉了。晚安。加入时代少年团官网会员，获取 TNT 第一手资讯信息，更有海量官方限定周边任你选，会员还可专享演唱会优先购票权，更多会员特权等你解锁，快扫码加入吧，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同意下使用哦。